刷刷，哎，他这个车已经开进去豪宅的这个门。小 S 会如此疯狂的原因，全是因为姐夫具俊晔终于出关啦！韩团酷龙成员具俊晔八日官宣和大 S 结婚。他隔日就飞来台湾，只待十天的隔离结束后，就能和22年未实体相见的爱妻重逢。他19日为了做 PCR 检测，短暂现身。20日凌晨0点一到，他迫不及待，速速出关，直奔大 S 家。欧巴，新车哟！刷刷刷，哎，他这个车已经开进去豪宅的这个门当中。正当具俊晔与大 S 重逢之际，小 S 也没闲着，在 IG 上传了一段小 S 以这支舞欢迎你的影片。只见他头戴透明浴帽 ，cos 光头，跳酷龙的冰冰冰，让网友笑翻直呼自己不尴尬，尴尬的都是别人。小 S 真的太强了。应该不会怎么样吧，反正你们都已经那个了。